1 hour later. Hello Kitty 乐园，当地游乐园，你看都是 Hello Kitty。蛋黄哥，然后是入口，然后这里 Hello Kitty 乐园，然后我们等下去玩了，所以请大家自己来看吧。我没有打算拍给大家看，我只给他打算拍入口跟照片而已，那所以入口没有打算拍。因为自己来玩吧，太可爱了。我想要逛逛，就这样。各位好，我们现在在来在哪里？来讲一下我们在哪里？江之岛的凉袜灯台灯。然后他们这里刚好季节限定，就是一些仪式，一些特别的东西，他会把蜡烛放在这边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。就像是这样，蜡烛。刚换了很大力，对不对？太多了。就是啊。这很多灯塔，很多蜡烛。那这都摆蜡烛，真的是装饰艺术了。然后灯塔，来看下灯塔面貌。灯塔，这都是蜡烛，两边都有，完了还有人，那个还有工作人员在点蜡烛，所以现在就到这，就是要走走看看，走马看花。还是要走楼梯上去耶，你看，有人在走楼梯，这是有够累的啦。那到底谁会走？如果我有时间，我就走。现在走路头部拍拍，现在是我们进来刚刚一直在拍照，所以刚刚先切掉，然后我们进来里面的，然后超多人的，啊贩卖部，要进去商店吗？然后这边的是去上面灯塔的入口，啊因为我们没有买灯塔入口，所以我们只能在楼下逛而已，然后现在去看商店一下。
有纪念币耶，纪念币。老婆要来领纪念币喽。有两个币。一个而已啊。